台电要把我们的核废料，高阶的核废料送到境外做再处理。台电它已经违法预算法第54条，预算再处理费用还没有在立法院审议过程，还没有完成审议过程，就先上网招标。120亿只是前菜而已，后面的你投洗下去，他要开多少钱，后面是他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大家现在表面上面都说我要处理核废料，什么都不是，他只是想要让核电厂继续运转而已，让核一厂、核二厂继续运转，这是很清楚，他的目的就是这个。我们要求在处理的费用，在立法院里面还没有经过审议、还没有通过之前，不得招标，现在立刻撤标。反对核废再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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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电违反预算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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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7号，也就是除夕的前一天，那台电用像类似偷跑、偷渡的方式，在上网公告他们要做核废境外再处理的这个招标的工作。那当天其实就上了联合晚报的头版头，在国际上都非常非常清楚，这个所谓境外再处理核废料的境外再处理，它并不是为了要妥适的好好的处理核废料，它并不是这个目的。核废料的境外再处理，它的本质跟最重要的目的，一直以来都是让核原料、核燃料可以持续的做循环。主要的原因有3点，第一个原因是再处理的费用非常惊人，这也是现在国际上主要大部分的国家不愿意再投入再处理的这样子的处置方式的最主要的原因。那第二点就在于它在对于再处理厂附近的环境跟生态还有健康风险的影响。那第三点，另外也因为再处理它这个处理技术，它会将不跟用高放射性的物质萃取出来，所以它其实是会导致国际核武扩散的风险增加。核后端基金的预算书，104年、103年两本都拿来了，大家看看哈，在这个核后端的这个费用上面哈，一样两年都是第五页。今天台电公司来我的办公室，还不但藐视国会，还欺骗国会。他怎么跟我讲呢？他说虽然预算没有过，但是呢，他们一样可以上网招标，一样可以在今年动用这笔预算，因为呢，他说这是连续性的计划。但是我们看103年的计划，这个预算书里面，它这个第四点是用过核子燃料最终处置计划，就像刚我们环团朋友讲，今年跑出一个再处理计划，然后一样的第五页，去年是第二点是后端营运综合业务，今年才跑出用过核子燃料小规模国外再处理，所以这个绝对不是连续性计划，这是今年才有的新兴计划、竞争计划。他们自己在今年的预算书第六页也自己承认说，这是一个从104年才开始有的计划案，所以哪里来的连续性计划？这是一个新增计划，预算没有通过，根据预算法你就是不可以动之。他们从104年到127年的预算是113亿，他今年才编了16.95亿，他凭什么今年在今天在网络上的标案他敢大拉拉的写112点多亿呢？这个完全违法乱纪。预算法里面第54条显示的是
如果我们国家有新兴计划的话，它必须要在预算审议通过之后才有办法进行动支跟发包。但是现在这笔2014年的再处理的费用，它现在还在立法院里面，还没有经过完成的审议的过程。但是在年前，赶在过年前最后一个上班日，台电就已经把这个尚未通过的预算上网招标。我们现在想要请问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招标了，然后也签了合约了，但是预算最后冻结、删减，或是没有办法支出，我们在过去的核电相关的合约都可以看到，如果你签了合约，但是你最后没有办法钱付不出来，你要付出的是其实更高代价的违约金。这也是在处理这个合约在国际上通常发生的案例。如果你要取消再处理这样的合约，你会付出更高昂的违约金的问题。所以再处理的意思是什么？原本我们这些高阶的核燃料棒，那它一开始是经过所谓，可能现在目前台电规划它要经过干式储存，最后要放在叫做最终处置，也是一个深地层的掩埋。那什么叫做再处理呢？再处理就是送到国外，比方说现在台电其实锁定的就是法国的 Riva 厂，请他们把里面还可以用的钚跟铀提炼出来拿出来，那这个拿出来以后，它可能再转卖出去，它转卖可能转卖给其他的制作核电厂核燃料的厂商，但是它也有可能会卖给有制作核武的核武相关的公司，所以这在国际上面是一个非常争议，它有非常大的核武扩散的风险。第二个，你把可用的钚跟铀拿出来以后，还剩下会有很多的萃取的残余物。这萃取的残余物它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说，它还是高阶的核废料。这高阶的核废料它一样要万年，超过万年它的辐射才会回到我们的自然背景值。这个数字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数字是原能会已经证实的，它也是一样是要万年的时间才能回到自然背景值。而且这些核废萃取的残余物，它在做完再处以后，它一样要送回到台湾。就算把核废料送到国外处置，台湾原本就应该做的最终处置的长址地质调查，没有一毛钱可以少花，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少做。跨国运送，尤其是从亚洲到法国，绕了大半地球，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如果台湾没有办法好好的保证整个运送过程安全，或者是两趟哦去和来都要算进去，那你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就是会引起很大的国际争议了。如果你要省成本不安全，那你会出大问题。如果你要长途运算、跨国运算，要做得很死拿九稳，哇，那个钱你自己要垫得好，那个不便宜。这样，原能会好像装哑巴，我们跟台电跟原能会不晓得交换过多少次意见，原能会只有一句话：我们是被动的，我们要等到台电把整个案子送上来，我们才会审。刚刚有讲到这些运送的路线，整个的那个模拟有没有做，有没有开过公听会？原能会是在睡觉吗？我猜原能会不是在睡觉，原能会一定是在摩拳擦掌，想去承包做一个下包商而已。核废料的境外处理呢，他跟我们讲说20年后才会送回来，如果20年后不送回来，我们继续缴管理费。问题是那个管理费多高不知道，然后他告诉我20年后会送回来，问题是在他的这个标案里面呢，我们大大的看到呢，他里面完全没有提到20年后才会回来这个事情呢，他竟然是说这个在他的招标规格书3.2.3.G 说玻璃固化废弃物，就是把钚跟铀提出来以后萃取后来的残余物呢，在合约签订后1年内承包商才会提出回送日期，也就是说不一定，搞不好他萃取完以后他8年内他就给你送回来。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在规格招标书里面他甚至不敢把话说清楚，包
括说我们的这些高阶核废料是这么的危险，那你要把它装在箱子里，它的护送箱的规格竟然是在得标后由承包商运送第一批护送箱来台湾才开始审查它的护送箱是不是符合我们国家的规格。有这样子上权入国的一个招标书吗？不但违法而且上权入国，所以这样子的标案一定要停，要求台电立刻撤标，撤下再处理的标案，并且在在立法院接下来的会期审议的过程完整并且细致的跟社会大众在国会跟大家说明再处理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整个社会成本跟经济成本。谢谢。